大野赢了，看看哪个美女自己选。仙银子路，几个母鸡蘸料排吃，回来。我飞象，哎呦，我刚才喝的那个飞象，来，我收据。进入日进啊，进入不是进，上。哟，上来就讲吧，还厉害的很，我再让人讲。于是狼人说了：“师傅报仇来了。”徒弟不行，师傅报仇啊。狼人是个厉害人，什么？真的，师傅出山。我一般下棋用这五分功子啊，五分功子。去，好杀了再杀那个嘛。一边聊天一边下棋，所以老了就输了。确实。来，人生如棋啊，你不输不行啊。哎呦，这师傅还是高明。师傅是的。打不了我一个晚上，下了。你人和主播要挑战。我就不怕谁，来吧，我就不怕还是你怕上。我就不怕，反正你谁就谁上吗？一面几个字没填吧，这面几个狗狗学活能爬上去。你别让我接了，能不能把你的网名改成飞天马？哎呦，这个网名挺好的。可以，先给这结语说。上。飞天马，王飞燕。上吗？上。大炮就说飞天马啊。就是。马好使，那就是不行，我没办法嘛，不行吧。人气一定上啊！来，人气一定五倍五倍再上，上，好好上。是我的马来了是吧？对，毫不疑问呀。那我来拐个弯嘛。弯到跑车了。啊，我的马你知道，孩子还没飞呢。准备到票。还不需要到飞的时候啊。哎呀，我的事都飞起来了，我。上，又是飞马的，是飞狮的。哦，来吃点，吃药。对了，吃点。怎么样嘛？高兴就行了嘛，吃舒适应也无所谓嘛。进。看来就是我的大炮飞了。大炮飞还可以啊，这边这边别在别飞马和飞狮飞狮的桥。进，三规则。开吃的消息的真好看。来吃点，好好笑的呀、啊！一个是大炮笑，一个飞马笑，还有一个睡锅偷偷的笑。这个是的，这人在这里啊，就是老铁们非常非常的开心，老铁们你们看笑声一片啊，谢谢大家。哎，笑的精神狼人，人生难得一笑，是不是？笑的精神狼人觉得成长，是不是？开掉。看来精神狼人嘛，你的特色就是凉皮嘛。嗯。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特色嘛。坐飞机去，上、啊！现在都是飞机嘛。来，看我小兵。我今年能坐飞机火箭的。无所谓的火箭，嗯，嗖一下就上了。哎呦！哎呦！喝点吧。啥嘛？老将军是老将军，出来。好好下，我已经进入日记了。现在有五成七到六成了啊！如果是又飞起来了。啊、哦，就是的，这边还是注意一点啊。上，我操！
师傅不高，徒弟拉腰。哎呀，你说的，亲戚的孙子呢？我的炮没办法飞，咱的马就飞了。那比我厉害，没事就行了。比我厉害多了。行就行了，先喝酒。哎呀，我的个天哪！哟，那个酒是哪儿的？让皮在酒泉，让皮在陕西宝鸡美女们。嗯，宝鸡是陕西酒泉还是酒泉这样陕西？相留给他。马上，必绝，八门绝，好狠狠。好狠什么好狠？就这么好狠，怎么办？吃了。那我就杀一个相，嗨，还给你那个弹子炮。哦呦，还杀过两个，两个。酒泉的羊不拉也好吃，就是让那吃羊皮变成吃羊了。升级了，上，我先吃个泡的去。那个烤全羊啊，嗯，哎呀，我们能借个泡他的上个光，烤全羊赢钱。没问题，明天就开始。你这高血压泡一泡就给搞定，一泡就整熟了。来，妈，哎呀，生气，这次给两天跑了。挺好，过去叫他就行了。你不说我还不管了，你一说，看，吃住了。哎呀，你吃我们不会跑吗？就是跑，任你吃，你以为？好嘞。不要，这是上马不踩鱼啊，这才局外不踩啊，七十百不踩，不一样，两百就踩。哎，我这马是上去干东西的，你别弄啥的，啥都不踩啊。那不相信，不踩，绝对不相信。开飞机去了，飞机都不踩，什么花都不踩。讲究，这是大叔讲究，就看你踩不踩了。现在踩都无所谓。说鬼说，一直会继续踩。好，我必须去踩啊！踩他大象，不踩，踩那个也行。这个杀了以后，小李抽到一将，怎么办？抽个马，踩那个也行，抽个车。意思当然说，一学是郁闷的人生果了。哎呀，你怎么办？你抽什么抽？我先讲你的这个控制住。控制我？嗯，将军，先将军。这不是对齐吗？吃了炮也得马嘛。吃了。看好了，你知道我干啥？声音大肯定中炮。哎呀，恭喜你，猜对了，我的高射炮来了，这样。哎呀，说马话一下，这中炮一响，这不走的很多嘛？要么出来双飞枪。要不不像，对，三步走了。哎、老将都能出来，这个不是不出来。你啥都能走，就是。嗯，啥都能走啊。啊、哦，厉害得很。不合适。这个炮看来白炮了，白打了。我这不善，善是不来。嗯，你这节节上涨啊，气势是杠杠的，没办法。哈哈哈哈哈。上。中炮，炮将、狙将、双将，将出嘛就最敢出，敢出吧，一炮的话你能进去吧？进不去了，那就完蛋自出了。那飞象，我是，我是，我是，出吧，出吧，出吧，不用吓唬我。将军。关键不落实就行了嘛，关键时间还得自己拿主意。嗯，这不行。这样。还讲呢？继续飞，结果进来，你进来就行了，进来也行，上来也行，好了吧？哎呦，不行不行，别想，别疑惑，叫，连环叫，飞虎自上嘛，你的士能飞，我的能出来就行，是吧？嗯，上，第九。来，吃了，哎，吃的上，跳你妈！
大象。大象叫什么？单向不保了，如果我跑的话呢，是自动可以杀，等一会儿被就丢了，跑不了了，再让你多好几分钟，多好几活，下嘛，下去杀两嘛，就杀破又杀下，你敢杀？我咋不敢？敢杀？杀咋不敢？杀就杀了，怎么样？咋不敢？你跟我说啊，就够来算了，别去上市。出给你上市，出是你上我，咔咔你叫我就出来了。出来，我就不知道怎么了。下次出来，我再一脚进去，我就直接出来了。行，说得好，说得很好。我们上市都行，出来，出老将，出去吧，就是出老将。哎，你等着，马上杀你那两个。就是我先将。这样的话才叫我直笑了。直笑，别别别，直笑了，你可怎么办？现在棋子不是你闹了？将，进，出去。没办法，你实力不允许，想将就将，你能怎么办？复佛，复佛实在拿出来。复佛雷震。Yes。哎呦，杀象。杀卒。你想杀卒杀炮就杀吧。嗯，我们只是进嘛，进局。那这个杀了，我们这个卒子就杀，你们炮不就杀了？你赚大了吧？我们进。不行，我们进。不行。不行。老七就说的，本命不高，此处滑脚。对呀，说实话，说干货。本命不高，此处滑脚。白皮皮就给光当相嘛，上！你看高棋那个就不吃相，吃相个当。嗯，对，上当。上马。将，你是巨将，你是巨将，还认识我的自由？杀的你服了再说，服不服？服巨将。出去、啊，服不服？哎呀，你这个说服吧，服吧，我看。是啊，服不服？那你别犟了，别犟了。那我再劝你，你服了就不犟。那谁不服，再服服就行了。你上，呀呀，说了，说了就服了。杀你双龙还是你的首长？呀，杀的时候你都没杀跑掉了。现在也杀双，哎呦，也杀双，嗯，怎么啦？那还有点不行。此事多云斩晴呐。这个的，那就不行了，我就得看上喽，不看不行喽，没办法喽。又回归了，我不和你一般见识，我还就这么自由。再见。有。快。又来了，又来这一招了，你换个招行不行？呀，那就是老铁就说出个老帅就完了。你出得来吗？我的老将在外面。我咔嚓一将就进去了，然后我出来了。啊，你咔嚓！你咔嚓了再说。老铁要是出个老师就完了，该是老师的呢。哦，这是老帅，上。哎呀，这个棋子的太枯燥了。老铁们，给支个招行不行？怎么了？将子军们呀，将子军，站！哦，那大笑看着呢，不能叫，再下去。又回到解放前了。就说先杀大象，就是，我就说先杀大象。手干公平，不要下棋啊！说了半天都不知道咋走，你别犟。机器不足啊，这棋子熟啊，上！机器不足，杀了！对，杀了我们就开始。主播好像没吃饭。上！进！这还用得说吗？就是。匕首是绝响不可的吧？哦，匕还远着呢。那是这个，咦，那就是这个和这个，像。
你那个就拿多小了呢，哦，那已经捉了，必给美女见见面，过来，这样，来出去，美女的面子大着呢，这样，哎呀，换个桌吧，坏了，这不是坏了吗？先生气，阻断你的马路。现在打上来了，你不叫我们想推个事啊？你想推个推吧，就别。叫！我的个天哪！哎呦，出去啊！叫你惹惹阿贝。叫！哎呦，无语死我了！先给你来个喜字针。让你的雷子没有的时候，我突然就进去了。哎、不要小看我的小兵，没小看，再整你扎根就回来。你不要小看我的小兵，根本没看你眼。上，找靠山去了，起兵，靠边，我杀了他小兵，我拿个刀，嗯。没用、啊。什么？赶紧回，不回我就干了。我就不回，看你怎么办。人气已经翻了就翻了，好好下。现在是个闲组团嘛，一个一个收拾。嗯。收拾的你。怪你那飞马和大炮都不怕。啊。进他又不敢动弹。不敢进啊，不敢动弹气了。不行、啊，不行、啊，先把你逼上了。开马，嗯，对，开马。哎，就是那镜子，我马先杀了，就是。要不先开马？嗯，你再打炮，把你堆里勾了去。对不起啦，这个兵好像有问题啊。实话跟你说啊、哦，打坐这是样样，下不住，主要是这人是不是个马来了？我跟你说清楚。嗯，哎，对对对对，这就是套路了。表面上还打坐，根本不打。我看看能你怎么解救，不替你拿套路。战斧。我听，我先把那个字打了再打。下铺的字先打成个老猪，我咔嚓过来几个蚂蚁顶手上。还打呢？那顺。顺手就能干掉的事情，为啥？是，就是。你不行了，你过来看着我也行啊。蚂蚁对我，我不看。这个蚂蚁对。看着了。没看。哦，还没在这条直线上。嗯，没看。我还得量一下。耶，你打了我就收拾你。送给你打。嗯、送给你打。我还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嘛，我不吃蚂蚁。吃的话，这下面一个大杀招嘛，被你杀嘛，那血就降。看来那马是不敢吃了。我出去。黑的又赢了。你看谁的赢啊？这一降不是交吃了吗？哎，他这两步啊！哎呀，哎呀，降不大就降不了。没事。来开始，骰子，不要黑大的，那是好骰子，像，真的大骰子，直的黄红，这你设计可能是盒子，什么？直的黄红是有，我可以吃，过去，我给大姐先踹位了，过去有沙象，改掉你的老将，楼中白痴了。我让家这就是马翠菊的时候没看、嗯、也是这下也打不掉、嗯、不理你啊打吧看着了、嗯、好下去我们的意思就杀一个就杀太低气不能让人杀了上一个就不错了
讲。这又来了一招。我这手的哪是好吃啊？哦，啥？这叫啥？你知道？斩之不放。斩之不放。酒杯就喝了，才不叫呢，直接在喊。你刚放抓王，抓的算了，你为啥又挪过去呢？我有点开心。算了，给捏过去。服了没？啊，服了行，我提建议行，服了。你吹，你吹。来，你往上飞。他是保炮呢，还是保你的局呢？这一个床上那个人穿白衣服的，这个妇女下起雨了。哎呀，感谢感谢。上。直说讲。那就是老天赋了，一直上。就是，那就是老天赋。就是，快！你的短视频特别赞。落下来。热死的很嘛。这不服就在转着了。老天天天说：“哎呀，我是个正贼人了。”哎呀，我说这，哎呀，我的天了，我都。你上。王福祥，正贼人。来吃，都想吃的回家。啊，别想着，有一个就是了，反正能吃回家，我这辈子就。哎呀，我的天哪！哦，哎、那就是。真的。那直接直接吃了。进攻。快！没吃饭了你吗？啊！来呀！那是不吃饭吃？咱们是干这东西的。这个真挺体检了啊！不体检吧，退钱。那咋的？对。一共干三次，三次吃饭。啊，就是这样子。回来。不要不要的。下将军。下将军。交枪吧，认输吧，输不来扣了，怎么办？怎么了？将军，怕你不成啊？还是品呢？哎，品啊！你品啊！下去我就杀你啊！我不能杀你，杀了还有点梦想，我直接就退个下，不杀。我让你教，你就不教，退。那肯定是要我让你教，你不教。